抗日战买场了，刺激会爆发了冲突，连双方对立变得更严重。还个抗日冲锋，赵新杰开了记者会指控，反抗日刺激会原因，当年给的公司出业的态度。首先，战买场员工的想法出现问题，也甚至有人在现场讲干脆抗议，韩国中南分局处理不当。今天我方面就看到，对抗日员工干脆抗议之后，抗日公司用五辆战功的车硬而拉到战买场去。不过此刻回来还有来现场上战的人，你也威胁强，人强强弱，双方的对立持续到战买场门口上战。战买场讲，记得各中南分局处理不当。针对第二点，中南分局的分局长表示，警方是保持中立，和保护民众，漠视了上海为原则。业者是讲，曾经爱国，记得站在尊重听。